型男同乐会堪比奥斯卡，颜值比丑来赌谁强啦！这是什么表演方式？感觉好。你的耳朵被我夹过来了，真的，太大了，太快了吧！有那么直接吗？哎呦，有出来了！豪华冬季鲜鱼锁住好味道，滑嫩可口，控火有技巧。那鱼不能整个滚了以后放到电脑洗锅，它就是慢慢让它泡到熟，煮到熟，这样会很熟吧？等一下有多熟，我们再吃完再收。我本来想要随便，就是大家玩好玩就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做效果，真心。我觉得跟香菜有的拼哎，有的拼，有的拼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，鱼真的不会太老吗？不会。好 ，OK， 完成。完成。对，榛果会变成一个酱汁。哦，哎呦，用糖粉哦。对哦，焦糖在鲫鱼上面。漂亮，好，可以哦，今天可以哦，帅哦，漂亮，可以耶，可以，来，起来，谁拿的？型男大主厨，型男同乐会，是啊，今天我们要吃的是冬季豪华鲜鱼大餐，没错。台湾这个海岛啊，四季都有不同的鱼户，没错，对吧？要请三位主厨在三种不同的这个时候，等就丢席的鱼，是，对吧？好好选啊，好，来哟。前面两个，我们对啊，我跟 Jerry 你们两个先选，好，谢谢你跟 Jerry， 谁要先选你们两个？哎，剪刀石头布。抓到了你！那渴望的表情，渴望的表情。选谁啊？选你。邱勇。啥？卫生纸拿来。来，你过去。这把关键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不变。你完蛋了你啊！打爆他的屁股。所以先漂亮的给你。你今天要积极点好吗？你没有穿牛仔裤，我会打死他们。今天有打这么神，我来。好，哇，浪漫化哎。第几组？先敲断我再说啊。我们就来吃鱼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祝大家年年有余？冬季鲜鱼大赏，先欢迎第一棒米泽师傅。首先的登场带来的精彩的鱼是什么鱼？油带鱼。油带油带油带啊！对，听说是春夏吃白带，秋冬吃油带。对，像在台南现在油带都吃生鱼片。对，油带可以生鱼片哦，非常好吃。判断的话就是从它眼睛，它是第一个判断的点，还有它的眼睛长得不一样，它比较略而带一点黄色。嗯，这个不是不新鲜，还有它的背鳍，它也是有点黄色，然后它的尾。八比较短，白带鱼比较长，然后再来就是用它的宽度，如果一般白带鱼通常都是三指半，三指左右的宽度，就是要三指起跳啦。对，那今天这一只哦，四指，用油带带来的第一道越南风味酸辣鱼汤，搭河内炸鱼，哇，河内炸鱼有什么特色？非常有名，它因为这一道菜名。然后那一条整条街全部都在卖这一道料理，炸鱼一条街，对，是特别，请看示范，来，好，首先的话，鱼头的部分我再下去熬汤，我会分两个腌制的味道。我刚好这一次去河内，我有吃到一间百年的炸鱼店，哦，百年啊，百年非常好吃。这是什么香料粉呢？哦，这个是辣椒粉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炸鱼啊，它不是，它其实是煎的，它不是炸的。你是双味啊？对，双味。
这什么？姜黄，姜黄，鱼露，然后鱼露，鱼露，然后再加那个红葱头，红葱头碎，然后加少许的糖，少许的糖，然后盐一样少许。所以这边比较浓嘛，那边汤的部分是用辣椒这一边的汤啊，它不会煎到全熟，然后也不会煎到上色，然后是用蒜油，它。我先如果是开始做的话，他会先让你先预做蒜酥。对对对对，哇，把香气煎出来。对，你的蒜油特别好。他把蒜油的香气煎到鱼里面，然后接着呢就把一些蔬菜料，凤梨、牛番茄、凤梨、番茄，对，凤梨、番茄，然后葱蒜，小心烫哦。哦，葱汤，哇，葱开它，葱开它，哇，那鱼头等下留给我。好煮它，然后鱼就接着放下去。那鱼不等整个滚了以后放下去，然后起锅。它就是慢慢让它泡到熟，煮到熟。哎，时间关系，时间关系，这叫慢慢泡到熟，这样子会很熟吧？油带没有差。对，等一下有多熟，我们再吃完再告诉你。啊。然后调味的话，这边是柠檬汁，就是我很喜欢你乐观的感觉。然后罗旺，学校我本来想说随便就是大家玩好玩就好，今天我觉得就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做效果了，对不起。哇，乱期待。炸鱼的部分就用一般的油的概念，对，半油煎炸的方式。哎，它也不用说沾什么粉，有的没有的，不用，它直接就下去炸。你有搭那个青菜跟河粉吗？对，没有，对，一般会有青菜包河粉，然后一起吃。葱段就放进去，这时候香料的堆叠就开始。你的油量不少哎，对。他们在制作这个的时候，油量也蛮多。它的油会带点黄黄的这样，那很香。嗯，那它很棒，是它有一些有鱼露啊，然后有那他们的酱油。那你到时候青菜拿起来就放河粉，河粉先沾鱼露，然后跟鱼放在包起来吃。哇，河粉对，你说你包加了什么？用叶子包油带，柠檬叶子包鱼露，加了很多，再放油带，柠檬汁跟鱼露。我补充一些味道，盐巴，这是秋葵的，对，秋葵，因为他们当地其实还是有很多蔬菜的，嗯，越南人蔬菜吃量是很大，对，嗯，它的河粉，倒数最后一分钟，我今天的时候去采访他，那时候军舰羊肉炉，我说你们怎么这边会有很多药膳，嗯，大量的青菜，这就是越南可以吃羊肉炉的原因，夏天，哇，又是药膳跟青菜的区域。越南也是早期很多华人，嗯，而且就广东那边比较多，哦，这个就来了，石螺是那边重要的一个调味的味道吧？对，它最后一个调味香气，石螺是用量要这么大，石螺的味道我觉得用量这么大，用量这么大，我觉得跟香菜有的拼哎，有的拼有的拼，所以我没有河粉，稍微炒一下，没有，石螺有啦，河粉，石螺有，时间的关系，河粉泡开就好了。对呀，就这味道。所以是石螺的味道很主要。姜黄跟石螺，姜黄跟石螺，很香。它来就是一锅端上去这样。继续继续。得修吗？别。哇哦，这样子哦。对，它其实是可以现场帮你制作。然后它是用平底锅或是锅子，对，帮你制作。还有花生碎吗？花生碎，其实花生碎它当地是另外加，另外再加，对，还有一个酱，然后搭的米线或是面线这样一起吃，漂亮，对啊，哇，那个鱼的熟度刚刚好，香哦，鱼真的不会太老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这个油脂够，对，然后最后那个油带的油脂非常够，然后香菜，香菜，好 ，OK， 完成，完成，对，谢谢，漂亮。赞哦！太棒了！好，来分享一下，看谁能先吃到第一道。好的，请就战斗为止。型男演技王，我们先来啊！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一个好吃的面线，好吃。然后两个是吃啊，非常有名的一路啊，一路面线。你要先看谁吃？就左文轩啊。辣的话就郑国成先，鱼露就你先啊。为什么？这样才会嘴巴一直臭到底。真的是喝完了，看不出来。哦，好吃哎！有加蒜头？哎，加点鱼露，加点鱼露，好吃。还有两口。这是什么表演方式？妈咪啊！妈咪。
感觉好。哇！哎，穿不起来啦。你喝汤？你用喝的啦。这款这组太少了吧？这个太少了啦。可以啊。暴君，暴君。看陈哥啊，就顺过来。顺过来啊，我压走呢。陈哥，你要找鹅啊，是不是？那找大灯。痴呆瘫痪是不是？痴呆。敲掉。哎，敲掉。敲掉。原来是陈为民啊。同仁养是对的吗？对啊，你要按小腿吗？要按膀胱经的。憋尿，膀胱经。帮我捏一下膀胱经。我不要。夸张哎。好了。哦，你今天这样都不帅呢。我还有机会回台中吗？我送你去中国医药学院。谢谢。你觉得？啊，我本来是想猜结论，后来有点偏陈哥。我是陈哥跟轩觉得其中一个。哦，我是觉得卓文君没吃到。哦，因为他今天演技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还蛮刻意的。筛选，输的决定。好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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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送你中间那只。翻越一点。卓文萱，上来，我就觉得是你。你刚刚吃哪一碗？我刚吃这个。阿赫，阿赫，阿赫。Mickey baby 送啊 ，Mickey Mickey。哇，心强。哦，是吧？这种哦，是的。哇，你人水水啊，你啊，这把我骗的啊，骗的。请。今天有新的哦。耶！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三二一。哎。弹一下。差在哪里？那是什么？哦啊，特别紧。特别紧。哎，这是粗的。哎。粗的，好，这么短，很短哎，对啊，哎，还有尺，还有尺，几公分？陈哥，你这样带得进去吗？十五公分，还好了，十五公分啦，不要害怕，好，你们站一排，来，谁先抽？你们站一排，谢谢哦。谢谢。好，阿石要先抽，先抽，那就照这个顺序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就这样过去，是不是？我先抽，好。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你知道了，我不知道。然后，错，印堂花黑。然后，印堂花黑呀，不瞄，不瞄。然后，决定谁顺顺，第二次。然后，然后，然后，错起来。然后，好看。我还有机会回台中吗？你可以等，你可以等，自己拿，自己拿，自己拿。可以啊，也是蓝色的啦，蓝色。哇，就昂哎！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在里面本来换另外一颗的。哦，那好加赞。来，自己带，自己带，自己带啊！哇，真的是好险，好险！我第一次看人家把刑具自己带上来，校长从容就义。哎，这么短哦？因为这个比较紧啊，戴很紧啊。哦，这帽子这么紧。哇，太紧了吧！哎，前面空间哎，到底哎，好险，他头小，我们这个头大，怎么进去啊？我们带进去吗？我们带不进去。他穿下包子，他自己抬。没有，穿下很紧，这很紧，这很紧。哎哎，这样不好。来来来，隔壁学校的各位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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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卖叮当啦？好可爱。阿秋，阿秋，阿秋。我们拿去。
节目还在导播说没拍到，就是我不聊天嘛。来来来来来，吃越南菜了啊！很紧哎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先吃，还有什么炸鱼？先吃鱼，先吃鱼，先吃炸鱼。炸啊，对了，就这味道，香哦。嗯，这个石螺香味，哎，大概有九成九像哦。哦，那个鱼真的没有太熟吗？这个还没吃到啊，还没，不要急，对啊，对，好不来嘛。那它什么味道特别明显？石螺，一路石螺的味道，石螺的比例那么高，然后带点酸，开胃。嗯，哎，这真的会刷出来，这可以，这很开胃。嗯，我没有吃过的哦，这刚好哦，真假？蛮辣的，清爽啊，清爽啊，一点点，是就酸，有像泰式吗？带一点水果味，水果。这个鱼比它还嫩，鱼比它嫩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泡出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化了，你看，哦，一抿就化这样。那个它的汤啊，有很浓的鱼的香味，因为油脂够。掌声，用力给它吃。看来是一个很成功的，很成功的表现。哎，吃完了，好赞哦，好赞哦。冬季鲜鱼大赏，今天第二道精彩的，欢迎 Max 向我尊。我的，哎，不一样的鱼，青鱼，今天是青鱼，好，用青鱼带来今天的第二道冬季鲜鱼大赏，是的吧？菜名叫做焦糖榛果青鱼，焦糖榛果不是咖啡吗？搭配一点那个坚果的话，可以帮助它去腥，然后变得增加它的口感。因为它的青鱼的油脂是很丰厚的，嗯，没错，应该，然后它肥美的时候，它其实还不输白，对，它有独特的香气，真的，对。哎，来。请看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做一点装饰的部分。那这是装饰啊？装饰哦。对对对，装饰可以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装饰，就是薄切的那个杏鲍菇啦。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料理方式？其实榨干它就好了。哦，那也要一段时间哎。嗯。来，这边的部分，百花椰。百花椰，你有先烫过吗？有，有先稍微烫过，煮了一下下。鸡汤。然后也要做鸡汤什么的，白花泥你要做什么？白花泥泥啊啊，然后跟一点点的燕麦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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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放少许的奶油，煎鱼，是的，煎鱼了，奶油煎鱼，奶油，对，哎，你这个青鱼是腌制的，有咸味的是吧？对，我稍微的泡一点点的牛奶吧，去除它的那个腥味，新鲜的，来的啊。所以你有先泡牛奶？对，我有先泡了一点点的那个牛奶，让它腥味比较不要那么重。这是一个小小的，所以这是一道西式料。对，就焦糖，好，有点烫。皮那边先碰啊，皮那边先碰就会卷。先煎肉。彤姐，你为什么都在那一直录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型男啊，就是各个地方都很好。在这个地方，桌子呢，它可以放松你左脚的肌肉跟右脚的肌肉。股四头肌这件事情，真的，你在那边滚啊滚啊滚，它就会放松了哟，就跟你身心灵一样。是，我觉得就是你有讲没讲啊？人家讲说你在下面干嘛的？谁告诉大家啊？而且这个高度也不一样，对，我们就只碰到膝盖而已。嗯，加油，花椰打成泥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我必须告诉你的，那个杏鲍菇已经是干了。杏鲍菇已经是干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起来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陈哥帮我把它拿起来。麦克斯啊，那流出去了，哎，流出去了蛮多的。你的汤不在你的那个有这件事，我汁机里面。对啊，你有时候要站近一点。对啊。你那个汤哦，不要。杏鲍菇炸得很漂亮，炸啊，炸得很漂亮啊。我们不要再一直纠结在这个上面。是是。已经有网友留言说，今天没有炸的东西，所以没有那些人在讲话。好香哦。就算了。陈哥放过我们。它已经变成百花椰泥了哈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。那等下榛果会放在哪里啊？榛果会变成一个酱汁。可以哦，那焦糖在哪里？你要再另外再打就是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打出来的？哦，白花椰儿。这个你要烧什么？你找一个小小的在这边，对对对，它最近不是不是，找一个。它要锅子，哦，要锅子，要锅子，对。来，接着我们要火，好，榛果小小的放进来，榛果跟松子，松子跟松子跟水豆，鹰嘴豆，那个松子跟那个榛果，啊榛果，榛果，啊菜名不就是榛果？哦，那我看你们最后一分钟，因为青鱼这种属于发光鱼，嗯，对，发光鱼但没有味道不重，嗯，但它鱼油也特别好。对，奶油再多一点点哦。青鱼其实是好东西哦，青鱼好吃。对，我觉得还
台湾一点的话，海豚会这么聪明，就是因为它长时间。对。有这种事啊？你有跟海豚聊过？它会追。哎，那金鱼吃秋刀鱼是也发育一种，它也金鱼很聪明，也是因为吃秋刀鱼。对。哎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，马上言之有物。哎，宜兰那边常常去抓一些青鱼，所以宜兰人特别聪明，特别聪明。少许的豆蔻粉哦，讲不出来了。你这鱼要到什么程度啊？鱼煎到这样恰恰就可以了。恰恰，有恰恰吗？还没有熟，还没有在这边。中间没有了，真没有，中间没有熟。我们超过时间没关系好吗？对，再一下下，再一下下，那要不要回来？拿回来，是，拿回来，说的好。立马再一下下，我刚一步就太想在买菜，其实看着蛮清楚的。小二，欢迎再一下下，再一下，不要再一下，我关火了，我关火了，我关火了。这同学会的压力好大。继续计时，你讲那个叫你很难讲。哦，我关火了，关火了。真的吓到。那你之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聊天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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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掩盖你的紧张。好的好的，非常好。啊，其他还有要用什么？还要加什么？你要先准备一下。不要不要，我们待会酱汁上去，这个上去就。啊，生菜。要喷焦糖吗？对对对，要喷，但是这要上去之后我才能喷焦糖。对对对，再下下再下下。你这是因是什么豆啊？人家说榛果，榛果跟松子，太好了，榛果焦糖，榛果跟松子，大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同学他留学很多年了。对，留级很多年嘛，留学留学比较好听。学校小霸王嘛，他都比我感觉得出来，我感觉年纪大，我感觉得出来，留那么久啊，教主任还敬他三分啊，敬畏他三分。游戏是一时的啊，来，因为叫人同期，然后我们那是什么？用糖粉，糖粉，糖粉，用糖粉，糖粉，用糖粉哦，都有哦，焦糖在金鱼上。对，我们学校的镜子有白色的粉末进来。这么严格啊？不可以装在小袋，它也不是吧？它搞完那就是粉笔灰嘛。可能真的是这样做，怎么办？真的太能吃吗？可以，要吃哦。啊，要要要！我们就偏要吃给你们看。对，他们有一点焦糖也是要去除它的腥味。我们是塑胶做的。对啊，真的哎。来，然后接着我们把也没这个角，这样就那个把三明果的榛果这样想，是不是？哦，应该是橡胶做的吧。橡胶，哎，还有哦，谢谢学长 ，beautiful， 你们同校的，对对对对，好的，来，然后再撒上来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哎，生菜，生菜，生菜，啊，是是是，生菜，我们装饰一下，我们都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你本来生菜是要干嘛？对啊，只是配个色啦。啊，那就对，我想说放在旁边，没有没有，待会我们可以。红卷搭配一起，红卷还有红卷是不是？红卷对，不要被影响。你走你自己的路。漂亮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漂亮，漂亮，好，完成。第二个游戏准备就位。好，从吴秉承这边开始。没错，是。加油了。好啦，我们要战成，要战成1-1的平手了。我们要吃到这一道了，各位。是。选到包。开始。兄弟，鲜鱼先到，爸爸进来，先吃，先吃，是啦。哪里？原来我怎么可能？我是澎湖人，我很喜欢吃鱼啦。好了，换我了。最少是零，最多是五，预备，开始。兄弟，鲜鱼先到，爸爸进来，先吃，先吃，是。Go。是张化的啊，张化人呢？开始，兄弟先赢先到，爆去买四只钱是二，哇，速度要不要那么快？没可能，我们两个一起出现，一起出现，我最好的。哥，哎呀，不着急，你们两个留下来。我们这样节目会不会太短了？太短了，我们太短嘛，玩久一点，哦，玩久。走开。开始。兄弟先赢先到，爆去买四只钱是一。没有啊！今天一千到爆，今晚是真全值一。耶！这么快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来看看处罚是什么？帅惨了！我们会不会被灭团呢？加油！加一下，这怎么两副啊？耳朵跟两边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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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然后这样有没有一起在两边拉量？哦，哇，奔跑啊，奔跑啊！哦，来，谁要先冲？来，请问谁先冲？你给他服务一次啊！天哪，这个一定要一个人独享吗？他在协商了，因为他一个人夹四个，隔壁小的好了，协商，反正有两个是一样颜色的，对对，你要两个一样颜色的夹，还是一个人独享？独享，好不好？如果是两个颜色连色的夹，有没有？就这样互夹，然后互拉，互拉，两个互来走，哎呀，互拉好玩呢，我们赢呢。你以为是往内互打吗？你免费，免费。对，你要搞清楚啊！我们家卓文萱也是混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轻一点啦！我们会动手啊！快！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就一个人啊，起码你哎比几率比较低。对啊，二比一嘛。对啊，你不然这样三分之一。你们现在是为了我好才在搞清楚？我们很担心你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你看，今天 Jerry 他就个衰笑。嗯，对啊，他就一直问他可不可以办法回台中，他就我还有机会回台中吗？他讲了完了，他要中，他只要讲这句话就会衰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不会吧？一个或两个，请决定。你的想法是什么了？台中的？我的想法是我既然今天那么衰的话，我扛了。雷，那你你你又冲啊？你扛啊！没有没有，我冲一下，我冲一下，冲一下，拜托，傻傻的，那还是傻傻的，我们冲一下，可以独享哦。独享四个，独享啊！独享，谁要先？谁先抽？谁先抽？你先抽。一个人一个人的抽中，绿的，绿色会有两颗，该谁？该谁啊？金家，金家，你抽的是绿色就珍贵，你抽起来就帅气了。我要出发喽！绿色，绿绿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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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没气了！绿色，只有几颗球，我绿色。他挂了啊！没有，不一定。他抽到黄就你挂了，一个是耳朵嘛，另外一个脸颊，又抽的是绿色脸颊，是不是？什么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可能是你抽到黄了。哇，好紧哦！这不能聊天，这不能聊天。哦，好紧哦！哎，你们要同步，要同步吗？快快快快！你要同步还是一个一个？同步同步，快点！还是需要我来夹呢？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哎，我跟你那边共享。我喜欢八卦，你知道吧？爱阴阳，太极八卦里面就有阴跟阳，我非常的爱阴阳啊！他拉一个不讲，你拉一个慢慢来。我是要好一点走啊！哎，吃饭吃饭吃饭！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，越入越热。啊！会员独享，真火了！我先搞清楚是会员独享吗？他不要换就好。对啊，你刚刚用网内互打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好，我告诉你啊，锦佳，哦，皮是脆的。对啊，焦糖解腻耶。对，嗯，焦糖跟青鱼其实相当的搭配。嗯，我听不到你们讲什么。你跟小小，好，谢谢。它的焦糖跟巴萨米克，然后再跟这个酱下去是非常舒服。白花椰泥，哦，花椰菜泥，嗯，它是让你在嘴巴里面又顺下，嗯，把它清干净之后，你再去吃另外一个。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我一个人很我会很好的。因为看起来特别瘦哎。还要不是我夹的，痛哦！它其实就是不停的菇类的香气，它有点红紫色，红紫色是对的吗？哎，还是 OK 呢，如果没错，那个叫 OK 呢。对。好，感谢你的捧场，好吃哎，掌声鼓励。冬季鲜鱼大肠最后一道。
宝宝师傅，邱宝宝师傅，来向后转。来了哟，红条啊，哦，懂懂的。那你讲一下猪什么价格？简单带过就好。红条黄金双位啊，红条黄金双位，听不太，什么叫黄金双位？为什么叫黄金双位？一个是用港式的海鲜酱，另外一个就是用椒盐海苔粉。哦，好，请开始了。那宝宝吃的那个水晶碗里面那个是什么？前面？哦，那个是宁波年糕。对，年糕。对。一飞力已经弄下来了，对，在这边，这应该都是野生的，嗯，好，它的量大不大啊？这一年四季都有，都冷冻的啊，哦，这样，远洋鱼，远洋鱼啦，远洋都有啊，这算深海鱼啦，它算不算是石斑那一路的？对，它对石斑比较肉质偏向那一路。对，它好激烈，哇哇，你看站起来，站开了，哇，举手了，举手了。我做车，我做车。杰瑞，我们换位置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大哥，大哥来，走开。哎，你要买两包，你一包一边。真的特别红。所以这样的红条，这个尺寸算是大的吗？大的，算大的。真的，还有更大啦。中对啦，这是我们在宴客的时候的标准尺寸。对对对，在宴会厅两斤多，大概宴会菜使用的比较标准。那么大吧？你要干嘛？宝宝师傅，另外一边你有做了什么样的调味吗？对，油泡。你加了什么粉啊？面粉啊？一点点薄薄的面粉。哦。这个要淋吗？蒜头。哇哇，你看，这样还超时就尴尬了。哎。哇！我只是雷讲话很刁。张秋勇，张秀勇要往好地方好处想。对啊，张秀勇，你长得太悲观了。来，一定会在时间内完成。我们就不能乐观一点吗？你要想说，三个人做这道菜，那个鱼会走得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啊，对，时间够了，两分钟。会说话，会说话。蒜末、姜末、辣豆瓣炒一块打底的。哎，好像还有，待会有年糕是吧？对，年糕。你那个四季豆是要过油吗？对，待会要放进去过油的。好，来我们的年糕，工序是蛮炒年糕啊。对，宝宝师傅，年糕先做什么处理啊？就把它烫过了。对，来点水。你的四季豆也要炸一下吧，对不对？要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现在下，就直接下旁边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可以一起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我先把底料炒好，海鲜酱，海鲜酱，海鲜酱，对，海鲜酱。哇，陈哥，来，没问题，副酱。对，这样才看得到，这样才看得到。那我继续。时间剩下两分钟。来一点花生酱，你要逃学了？海鲜没有，海鲜酱走最远的，因为那个海鲜酱是什么？同班的，一点点看，它有点，好像比较咸啊，有点像带一点点的花生酱，蛮咸的，不会很咸，很香哎，很香。我们今天到了也只能吃酱了，今天。不要这么，为什么要加花生酱？为了让它缓和一下它的咸。为了缓和它的咸，现在经过油泡之后呢，这个鱼大概几分熟？八分熟。八分熟了。尾巴好像。我看这个鱼差不多喽。好，放过来吗？那个杰瑞啊，哎，尾巴现在还是生的，尾巴没有砸到，尾巴还是生的，会脱皮哦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辣椒。四季豆在这边的哦，对，这边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撒一点点花生酱，啊，花生碎，花生碎，花生碎，你这个吗？那干辣椒什么时候下？干辣椒我们装饰在上面而已。哦，哎呦，可以哦，今天可以哦。你会是唯一在时间之内的。哎呦，哇，翻盘呢，帅哦，发达了今天。先在时间内放鱿鱼下一天。好，谢谢。漂亮，漂亮。下次你录影不用来。好，他那么远。谁？
椒盐粉，还有海苔粉。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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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，差一点点，师傅，好，来端就好，来端就好，干辣椒，完成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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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应该赢最后一关就要了吧？该是报仇的时候，必须吧？该是报仇的时候，好，必须请就位。西南野纪王，他们吃的是鲑鱼寿司，握寿司吗？对，你给握寿司有两个，有加芥末。你在哪？那我们就顺着来，这样过去好了。来，真的好。哎，自烧的，先揉耳朵，对，然后打眼睛。需不需要帮忙吗？啊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么大一坨。一口跟上啊，不然一口塞，发现一口塞。我的导航在那个哈。哎，小哥哎，是谁？新的角色。你要参加下一次魔王吗？费玉清啊。下，那下一位是吗？下一位。哎，不可怜哦。你的耳朵比我夹过还红，真的，太大了。谢谢你们夹。来，吴秉辰准备。我把这一摊都会自残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自残。好疯哦！要求，我很喜欢吃握寿司的。是不是往上看？打哈欠嘛。我们的家里面弄搞久了，大家演技就越来越好了啊，是吧？真的。来，接下来看，来再看个更纯粹的。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把眼睛打瞎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是要保特别的声音，真的。被这么打。还没吃就哭成这样，太快了吧！有那么直接吗？哇！哇！哇！吞不下去哦，眼睛就那么眨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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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应该有想法了吧？你有想法了吗？我觉得还有30秒哎。对，简单一点就是吴师傅。你觉得？吴师傅？猜拳。你也是吗？他们的痛苦指数太难下比。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砰。今天这个特别，今天怎么了？那你架衰呀！一口一口。正常的啦，正常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就搞 N 呢，雷利啊！这么好吃，怎么演的？怎么演得出来？不好，很难演啊！终于，来够够够！这个快，让他吃到你手，然后再自主自首，黄标真的没不觉吗？野生红条的效果，野生红条效果真的好想把它吃到一样，它就是属于石斑内陆，对，就很甜呢，很生甜，然后再搭上它上面那个海苔粉，然后又带出了另外一种海洋的风味出来。哦，那边聊到哪里了？我们在比较受害者分享，对对，我们在想说，等下次如果真的碰到该怎么办啊？哇，这个直接戳瞎了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好抓哎，对，这是这样。就算他没吃到，你们两个比例差太多。没错啊，真的，真好吃。哇，这好吃，这算做 ending 真的太棒了，真的。那边三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来，好棒，好棒。那我们就先去了，大家别忘了请继续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
现在是要报仇了，忍得住，不要怪我。哇，他不会亲啊，对不对？直接走，剪刀石头布了，剪刀石头布。一心一意要打，一心一意。我谁先？好了，你先做，来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那你就先做，我最后一个，好来。好痛苦哦，这真的很痛，这真的很痛，伙伴们。陪伴你一个礼拜，超过一拜不讲哦。这也不是你，不给他滚，这也不是牛仔。我裤子穿得好好，你干嘛？奇怪，他敢拉口，奇怪。他没有换，三秒内喊不痛吗？就是换打他。我摆一样。我跟你说啦，我不会喊不痛啦，你打轻一点，好，好不好？你说的哦。不是，你打轻一点，就你要被打哎。不要太轻。可是这个上次你们随便打就好痛。你上次没有随便打我。你们同队，你们今天同队，同队啦，同队。哦，对对对。你上次很认真的在跟我玩哦。今天我们同一组啊。哎，今天我们同一组，不要上次。对呀。每次都是新的开始啊。啊，屁股朝出去点。可真的很痛，那个真的很痛。你要中间还是旁边？中间呐，中间呐。哇。这边不影响到你这个排便吗？该不会喷出？这里哦，哎呦，你的肛门夹太紧了，收缩了。这里哦，嗯，很痛，哇，声音呢？又是锤子，真的很痛了。以上你们随便打都很痛，哇，没事。到时候随便打就好痛，好痛！我跟你讲，拌面、香草盐还有精酿酱油送给你们，恭喜你们！谢谢，后面鼓掌啊，后面鼓掌，好不好？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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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福全国喜欢看这个单元的朋友天天都幸福，拜！本节目由PP石墨烯蚕丝超导被冠名赞助播出。